愛してる、結婚してくれ。国家グランド復讐。你爱惜在撸呢？哎，我看他好像很疯狂了，让他冷静一下。来，我也跟他讲一句。嗯，嗨嗨嗨，快点听，快点听，爱惜在撸。你看人家一下眼睛都不看你了。哇，对对对对，浩二，你也来一遍吧。我来一遍。对对对，就以你自己的状态，好吧？爱惜，我と結婚してほしい。ありがとう。結婚してくれ。哇，浩二你太热情了吧！预备起，放开那个女孩，放开那个女孩，我们代表月亮消灭你。好，姑娘，谢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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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的是疯狂的粉丝啊！好开心啊，好开心、啊！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见识一下这种配音的功底。同样的，亲爱的，请嫁给我吧，我们不同人物的版本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来来了啊，来，首先是英俊小生版。こんなとこで寒くないよ。僕のその家よ。安心。好，接下来是强悍版，刷新格。强悍版。愛をくれ。愛はないのか。第二句是心理活动啊，对。好，怪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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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得太突然了。对，会日本語的你分かるんですか？あれ、他说日语可以听得懂吗？不是有你吗？嗯，你可以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他这个声音。我也想试试看。好，太好了。哎哎，我好爱你啊，嫁给我吧。哎呦，嫁给我吧。嫁我就死定了。虽然你是个男的，但是请你嫁给我，个吧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接下来沧桑的，沧桑的。哎，小丸子啊，哎，我是有藏啊，嫁给我。啊，你说，哎呦喂，就这么快答应啊？很棒啊。哎，其实我们刚才都听到的就是这个日本的原版动画的配音，但是很多其实我们听的特别特别多的是台湾配音演员，是的啊，他们配的这个日本动画。我们接下来有请徐云和关智宏来，请。